因为一个游戏，我们一起认识了几个最好的朋友。3个月前，我不过是个平凡的大学生，因为一个游戏，我跟他的生命从此连接上了。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认识那个麻烦男人一侠，无缘无故卷进他们兄弟之间的战争，害得我跑了大半天，是我整整一年的运动量。我的 AI 马上就可以进化到自我学习，你现在所做的所有事情全都是违法的。你不会是在打什么鬼主意，想让我免费给你装备吧？我可是真心邀请你去打这一仗的。既然你已经有了组队的打算，那光靠我们两个肯定不够。我呢是装备大神，加油兽是补血奶爸，就你一个物理攻击，我们还得找一个法系，全服最强的是谁？是那个叫龙战于野的龙太子啊。我女朋友是全服前十的封印高手，我找她来帮你吗？我们又多了几分胜算，希望能帮上忙。尽管找人来组队，不然我怕你们输得太难看。我们从游戏开始，就在游戏结束。那我们就在游戏结束。这是什么地方？那个地方是你制造出来的，对吗？你竟然利用游戏里的资源来制造你的人工智能。现在要为了一个不认识的女人来跟我作对，是兄弟，还不能让你再拖下去。从游戏里，我们得到了超能力，从此，生命经历了一段翻天覆地的改变。那场大战过后，逍遥生的能力在我这儿。龙太子是子彻，飞燕女的能力在你那儿，剑侠客是怡侠，横扫千军。那你应该是？对啊，我也应该有古精灵的能力才对啊。我该怎么办啊？哎，要怎么样？谢谢你送我的礼物。我喜欢混乱的感觉，我喜欢赢的感觉，我已经想到该怎么对付他们了。根本就不需要朋友，尤其是姑娘，别再叫我姑娘。
从今天开始我叫 Darcy。其实，在你心里，你比古灵还要脆弱。古灵小时候父母离世 ，Darcy 是他为了保护自己而产生的第二人格。只有我才能在你身边守护你。你以为你自己是救世主吗？我是不会放弃你的。你连你朋友都帮不了，凭什么管我？刚，任何关系，朋友也好，情侣也罢，关系建立越深，受到伤害的可能性就越大。你害怕受伤，倒不如先拒绝别人。不过这样，你可能也会错过很多值得被珍惜的人。淼淼，我想你有些误会。我确实太平凡，你不喜欢我很正常，我习惯了。每个人都在别人面前扮演好人，只有讨人喜欢，才不会被冷落。你和龙子彻不也是这样吗？在对方面前扮演好人，掩饰你们不堪一击的关系。别管我！现在是怎么样？你长大了，你成熟了，你了不起，看不起我了。我受够你了，让对方冷静一段时间吧。如果你真的是为了保护古灵而出现，也不要去伤害身边的其他人。从这一秒开始，你永远从我的世界消失。别心软，你不需要有任何人，有我就够了。这将会是个很好玩的游戏。蚩尤已经准备好到来，只要把病毒植入到龙子彻公司的系统，就可以让蚩尤令整个世界瘫痪。为什么是他？程序出现漏洞，往往是一些没有人注意到的 bug。 你好啊，你是谁？我是一个可以带给你希望的人。我需要一个人成为他们身边的定时炸弹。欢迎新成员加入。武美人的技能全部都是蛊惑人心、操纵人质的能力。他会把超能力给谁呢？就受到异常攻击，现在全城电力、网络、所有系统都在我的控制之下。赶紧把李渊给找出来。